不一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啊，像我选华语，我还是比较喜欢华语那个声音啊，什么感觉还是选华语。但因为我选到流行的是，就我觉得别人是尊重我的朋友，就我还觉得朋友，然后他们都选到我，我就觉得啊，我要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本来其实我就太熟了，就只能在我选到他。首先，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但是因为这样辞职比从头做好事，虽然都算越出来的老师，现在也是老师，所以他们在教他们，所以二姐他们是资源硬体上肯定比我们以前幸运，但是具体的学习态度这个就因人而异。因为像我们以前虽然没有老师，可是我们就是愿意为了一个老师特地跑去 KL 啊。我还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曾经我们的乐团，我们很想要演奏一首叫《彩虹船》的歌，他们特地。我自己写那个作曲家，我自己总觉得你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然后为了哪一个乐器推荐，刚好又是这个，所以我说特地陪你们大家就去拿火找老师拿啊。就是现在我就比较难想象现在小孩会做这种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讲外面的环境变好了，硬体条件变好了，有时候可能他会失去一点什么也不一定。漂亮啊！就我很喜欢听他讲解音乐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学呀。然后就有一个机缘巧合，我就认识了一位在新加坡音乐学院学古筝的同学，他也是八零后。有一次我们一个饭局，然后我们就认识到了。然后我说：“哦，你有那个音乐学院？”我就请他帮我拉线牵线，然后我就认识到他，然后就联络上了啦。还没有认识到联络上，不然我就他说他可以教我，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就回到去北京。所以我每次想，我真正第一个意义上的二胡老师就是宋老师，这18岁才真正有一个二胡老师。这之前呢，我们都是在学校乐团，都是学长学姐教我们这样。然后他当然也不是专业老师，就是大家都是因为业余的，业余跟网络也不发达嘛，所以我们真的只能靠一个 CD 啊，一个教材呀、啊。Now choose between your child and mommy Central has still added sugar and lack with nutrients, MSGN, GA, HA, and more. Learn, connect, apply, maximize brain cell connection and mommy Central. 那时候几乎没有几个人去学华语，就据我所知，可能就5个左右吧，就非常非常少。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就是你很冒险，因为没有几个人去学，然后你就会，但我就很喜欢。